这小子正在卧沙，这是干嘛呢？这什么家伙？这是个？这是什么家伙？这个叫海蜗牛吗？这是？你看，从这个地方爬过来的。这是什么螺？这是个？鸡心螺？不会吧？ 这边高峰沙里钻出一个面条鱼来，你看这小子，哟呵，这个叫面条鱼吧？应该，咱给它放了吧，放大海里。啊，走吧。这个长毛鱼这样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太神奇了，哦，太过瘾了，这个大长毛，直接撒盐出来了，哥姐们，哦。 过瘾不过瘾？看，哈哈哈哈，这也太大了，我的天哪！发现一只好东西，嘿嘿，好可爱的小河豚，搁浅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嘿嘿，你不会生气吗？嘿嘿，太好玩了，这个，给，哎呀呀呀呀！ 跟个气球似的，你看，特别生气呀、啊！嗯，这个可以刷鞋的，嗯，让我的靴子给它刷一刷，来，哎，特别可爱，是不是？然后咱就给它放生了，走吧，走吧你，气都不行了吗？这是气都不行了吗？哎，哎呦呦呦呦！ 走了走了，这里发现应该是个海老鼠的洞啊，嘿嘿，不让它跑了啊！小老鼠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海老鼠，这玩意儿也不能吃的，其实。看我跑哪去了啊？还往下跑了吗？鱼给它扣出来，你还挺会跑了你，跑哪去了？ 来了啊！出来，嘿嘿，哇，这还是个大海老鼠啊，长得也太奇怪了啊！嘿嘿嘿，海老鼠，海边也有种花生的嘛，你看，种子的力量真是太大了，这什么？哎呦，黄瓢，这种小鼓包应该是个什么？应该是个什么花蛋蟹吧？来。 哦，小花蛋蟹出来了，小的出来，哎，还装呢。海边发现这样的洞啊，退大潮的时候，这应该是有货的。咱看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就是它，看，这个叫大海葵了，海里的大海葵。 这个好大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夏天它会散开，啊，这一个可以吧？看，这一大根，哦，哎。 看见这种缝隙了吗？这是它喷的水，然后这就是应该是个锚蛤蜊啊。上货，看，锚蛤了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漂亮。咱们看，这边呈现出一个鼓包，这个就是一个黄瓢，还在动的家伙。 来，给我动一个看看。我都待在这个地方半个小时了，你快动啊！嘿嘿嘿，给它撬出来，还挺大的这家伙，来。哦，黄瓢。哎，这边来了个小鼓包，这啥玩意儿？大白天的，你看看它。
哦，小海螺一只，收。